据媒体报道，近日网友偶遇窦靖童在香港观看演唱会，只见窦靖童一身水蓝色长袖配白色长裤，穿着随性简单，一头短发似乎长了不少，大方素颜出镜，皮肤看上去还不错。有眼尖的网友也发现，同行的人中还有一名背着米奇双肩包和戴着鸭舌帽的女生，对此大家猜测此人是周迅。周迅和窦靖童这对好友除了经常一起出席活动和外出游玩，如今还一同看演唱会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